疫情肆虐，零接触，宅经济发烧，社群平台快速崛起，线上购物取而代之成为主流趋势。与去年同期相比，营业额增长了20%。你是否也嗅到商机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J 姐，有10年的开团经验，多以台湾在地美食特色小农为主，曾经芒果开团超过500箱，番茄卖超过1000盒的经验。近几年协助公家单位、大专院校规划行销专案，所以我们在课程中也会融合了行销知识，让课程更丰富哦。劳定就劳咖，爸爸就妈妈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哦。只要你喜欢卖东西，喜欢分享好货，都欢迎跟J姐一起进入团购的世界。不需要任何基础，不需要任何设备，只要一只手机就可以让你开团卖货。快点加一，在宅经济里冲出一片天吧！